修华严奥旨望尽梵言观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大家翻开修《修华严奥旨望尽梵言观》第十九页，第十九页，第三行啊，第十九页第三行啊，从最下面。 下面呢，一句看起，常勤正念，唯心是观，一切魔境自然远离。啊，那么上一次啊，我们学习到啊，心若慈善呐、啊，即当摄来。 令归正念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修心的一个功夫了。我们的心呐、啊，是散乱的啊，一天到晚呐、啊、胡思乱想啊，前面一个妄念灭了，后面一个妄念又升起来啊，这个止不住。 那怎么办呢？得要用善巧方便把它止住，啊，把这些妄念呢、啊，把它止息下来，啊，止住，啊，停止，啊，停止呢，归的正念，啊，回归到正念，啊，正念呢、啊，称性。那么我们。 这堂课啊，接下来就是这两句论文讲的“常勤正念，唯心事观”。唯心事观呐、啊，在《簪茶善恶业报经》啊、呃，讲了两种观法：真如实观。 那么根性比较利的啊，观这个真如实观了啊，那根性比较钝的呢，就修唯心实观啊。这个是在《三塔经》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呃，讲了这两种观法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啊，是讲唯心实观。 这里讲唯心是观，那么唯心是观要怎么修呢？要观呐、啊，一切诸法唯有内心，无心外之法。啊，这个一切诸法啊，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一切，啊，物质的、精神的，在这个唯识学里面讲啊。 九十四种啊，有违法啊，还有呢，不相应刑法啊，现在的话讲啊，叫抽象概念。那么这些啊，通通归在有违法啊。那么这个一切诸法呢，啊，只有违法。那么这些诸法呢，唯有内心无心外之法。 是为唯心亦云为是啊！啊，这个诸法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从我们心现的。啊，是我们内心呐、啊、现出来的。啊，这整个宇宙是我们的心所现的。是为唯心呐、啊！啊，唯心所现。 意云为事啊，那么也叫为事。这里讲唯心是观。那么唯心啊，这里讲这个唯心，这个心呐、啊，不是指真心啊，是指妄心啊。我们用比喻来说呢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 啊，这个古大德啊，常用这个比喻，啊，金呐，就是金子，黄金，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啊，那自古以来啊，古今中外，啊，都有黄金，每个国家地区都有，啊，大家也都看过。那么黄金呢，它可以打造啊各种器具。 啊，不同的模型啊啊，打造啊不同的器具啊，也可以去打造一尊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像、天人像啊。那么也可以打造啊这个畜生道的像啊，像一条狗啦啊，一只猪啦啊，一只鸡啦啊，还可以打造呢。 这个植物啊，像白菜啦，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都是可以打造的。啊，我们到这个银楼啊，啊，这个卖金银珠宝的啊，他摆设出来这个黄金呐、啊，这个样品，它很多啊。 啊，听说有的都上一两万种了，各式各样的啊，形状都不一样，大大小小的。那么这么多的种类、形状啊，它的本质啊都是黄金啊，这个值没有差别，都是黄金。 啊，无论你打造什么样的器具，它都是黄金。哎、欸，你打造一尊佛像啊，那这尊佛像是是黄金打造的啊，它的本质是黄金啊。你打造一条狗，那也是黄金，它本质也是黄金啊。所以这个用这个金来做比喻啊。 以金做器啊，器器皆金啊！一切诸法是器啊！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万有啊，就像我们到银楼啊去看这个黄金打造各种不同器具的啊这个情况啊，所以一切诸法呢叫器。 啊，气就是像黄金打造出来，各式各样的啦，啊，琳琅满目，千差万别，啊，唯有内心这是金，啊，在这些气当中，它就是金了、啊，啊，样子不一样，但是本质都是黄金，啊，这个比喻啊，万法是我们内心呐、啊、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唯有内心这是金，无心外之法，啊，心外无法。 法外无心呐、啊，啊，所有器皿全是黄金做的。那么除了黄金之外啊，那一样都没有啊。啊，黄金打造出来各种器器皿，千差万别，很多啊。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、啊，就是黄金啊，啊这个叫唯心。 啊，用这个金呐、啊、来形容啊，比喻啊，我们的心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整个宇宙这些万法都是我们的心现出来。啊，就像啊，黄金打造各种不同的器器皿。那么也叫做为事。啊，如果没有为事这一句啊，这个心是真心还是妄心？ 都能讲得通啊！你说心呐，啊，那真心也是心，妄心也是心呐。啊，都能讲得通。那么加上唯是这一句呢，那这个心就不是真心了。那么是唯识家,家所讲的心啊，唯识家所讲的心呢，就是阿兰也是。阿兰也。 在唯识学家看整个宇宙人生呢、啊，他是所谓离一切相，他不着相啊，就是不着那个相，他从相里面看到那个是。啊，他只看到是，啊，所以为世家呢讲啊，一切法呢为是，那除了是之外呢，那就没有一切法了。 啊，一切法的体性就是事，啊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，啊，事变现出来。那么正念唯心事观，之为啊，当知唯心呐，无外境界，啊，就是当知就应当要知道，这一切法，啊，唯有自己的心。 都是自己的心啊，那么无外境界啊。我们现在呢，我看到有内有外了啊，好像啊，内是内，外是外了啊。但是啊，此地给我们讲啊，这一切法呢，唯有自己的心啊，唯有事。 啊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。啊，无外境界，无外境界就是说，那个境界啊，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事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、山河大地、整个宇宙，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事。啊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。 那他除了心以外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？啊，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啊，唯有自己的心事，没有其他的。啊，一切魔镜啊，自然远离啊。那一切魔镜自然它就远离了啊。我们为什么会受到魔镜的干扰了？不知道它的事实真相。 不知道当时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呐，啊，不知道是自己呀，啊,啊，那魔镜现前啊，那就好像啊自己吓自己呀，啊,啊，好像自己呀、啊、去画一个魔鬼啊，自己画了、啊，那自己看到这个魔鬼呢了，那被吓坏了，啊，不知道自己。 画出来的啊，所以啊，被这个魔镜啊所干扰啊。如果知道啊，是自己的心事所变，那个就是自己的心事啊。那除了自己的心事之外呢？那没有啊，没有这个境界呀、啊。所以这些魔镜啊。 它自然就远离了，自然就没有了，啊，就不存在了。由此可知呢，子观是一不是二，啊，这个子跟观呐、啊，啊，一体的两面呐、啊，啊，是一不是二，啊，子当中有观呐、啊，观当中有子，啊，所以是一体的两面啊，所以是一不是二。 了解事实真相，你的心就不会动。啊，心不动，真相你就看到。啊，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事实真相？心在动。啊，看的都是虚妄相，啊，没看到真相、啊。心不动了，啊，不起一相，如如不动了，那真相你就看到了。 啊，看到真相呢，的确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我们心跟境是一不是二啊，是一体啊,啊，但迷的时候呢，好像心是心啊，境是境啊,啊，啊，事实上啊，心境不二啊，一定要止观等应，啊，那么这个要止观是一个方便法，啊，啊，是我们。 回归自信的一个全方便啊，修止观啊，那么止观等印啊，同时平等来修学啊，那么这个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，才能入境界啊，这才能起作用啊。如果呢偏了、啊，那这个心啊，静不下来啊，不是昏沉就是掉举。 啊，调集啊，要用子来指息这些七上八下这个这个心啊，昏沉呢用观啊，观察、观照啊、观想等等所以这个定慧均等啊，不能定多会少，会少定多啊。 这个就比例啊，要平等啊，所以叫止观等运啊，平等啊，均等了、啊，那么就能够入境净啊。这个是修学止观呐啊，无论是修哪些方法的止观呐，的原理原则是一样。 啊，天台的三子三观，华严的五子六观，啊，这个为识的唯心是观，啊，等等啊，这些观法啊，这个原则啊，就是要止观等印，就是定慧啊，均等，止是定，观是慧，啊，要平均了，啊，这样来学习啊，才能起作用。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文：凡夫初学邪正未分，魔王入心，凄狂行者，又无师将，自问莫平，一恃魔功，将为正道。日月经久，邪见既深，色欲良言，终成难改，沉沦苦海。 出离无有，深自察之，无令暂替。此亦如起信论中说也。嗯、那么这一段话呢，选手大师说的非常痛心的啊,啊。大师啊，是出现在隋末唐初啊，隋朝末年呐、啊，唐朝初年。 那个时代的人，那距离现在呢一千八百多年，在那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，好像是跟我们现代人说的。凡夫初学，邪正未婚呢，啊，就指我们凡夫了。初学啊，还没有入门呢、啊，刚刚在学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啊，学佛真正。 是遇到这个困难啊！什么是邪，什么是正啊？特别现在末法时期了啊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现在邪佛啊，遭遇到困难了啊，遭难了、啊，遭遇到困难。 啊，就是呢，不认识，啊，不知道什么是邪，什么是正、啊，邪正未婚呐、啊，啊，不能分辨。那么，邪正的标准在哪里？依照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去修学，气入的境界，与经典上所讲的相应，就是正法。 啊，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呀、啊，啊，我们所依凭的就是经典啊，也就是我们三皈依里面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佛不在世了、啊，啊，以法为主了、啊，为中心了、啊，法就是经典。 啊，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典啊，流传下来的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归依处。啊，我们修学啊，啊，我们要回归一到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。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的，契入这个境界，与经典相应，就是正法。啊，如果晦气借力。 曲解经典的理论，在日常生活中与佛菩萨的境界相违背，就是邪法啊。那这个有个标准呢，啊，有个标准啊，经典就是标准。那么这个经典呢、啊，那除了佛经以外的。 啊，像儒家、道家的啊，这个圣人讲的经典啊，也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啊，无论世出世间的圣贤啊，活菩萨、世间的圣贤讲的经典啊，我们生活当中啊，这些行为啊。 与活菩萨呢，在经典上讲的相违背，那就是邪法了，邪就偏邪了，不不正确了。啊，儒家讲的五伦五常四为八德，这是性德啊，这世世间圣贤呐、啊，啊，给我们发明出来的。 我们人类啊，人类的这个肠道叫五常啊，那么五伦啊是人类啊人与人的关系。根据五伦五常啊，四维啊礼义廉耻，再加上八德，这个是跟性德相应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它相应是正。 啊，跟这个相应就是正确的，跟这个不相应是邪，啊，邪就不正确了。啊，邪正啊。就有标准，啊，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。那么，凡是邪呢，这叫魔，魔王入心，啊，这个魔啊。 好像鱼的网一样、啊，密密麻麻，缠缚了我们的心呐、啊！啊，像现在的电视啊、电脑网络是魔网，啊，这个魔的网啊，啊，魔的网啊，密密麻麻、麻麻麻麻的啊，教的呢，啊，教导的啊，都是写法，全部都是写法。 啊，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啊，把人都给教坏了，啊，教人无恶不作，造恶业，啊，恶业后面就有恶报，啊，这是魔，啊，那就要遭受这个恶报的折磨了，啊，这个叫魔王入心呐。 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到处我们六根接触的这些六层境界啊，啊，都是引诱我们造恶业啊。特别呢，手机啦、网络、电视啦，这个很容易接触到啊，这就是魔了，痴狂行者啊！ 啊，这个欺是欺骗了。啊，所有宗教的信徒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逃不出魔王。啊，无论啊是哪个宗教，啊，逃不出魔的这个手掌了、啊。啊，魔王啊，散布在空间每个角落。打开电视就是的。 打开网络就是魔，你天天跟他接触，你他天天在教你啊，那人怎么不会学坏呢？肯定会学坏的了，学偏的了，啊，这个思想、言论、行为啊，都严重的偏差了。 啊，造成那个社会啊不安。那么这些魔天天在干扰，又无师匠自问莫平啊。这个师匠就是真正的好老师。这个时代没有真正的好老师有修有证的没有。 啊，有修行有正果的啊，这个老师我们现在找不到。那、啊、么找不到呢，不得已求其次啊。虽然他没有正果，但是他真修。那这样的人呐、啊，在现前这个时代也是稀有难逢啊，我们也很难遇到，也很稀有了。啊，真的有修有学啊。 那么我们真的想学啊，真想要学佛啊？那现在呢，找不到老师啊？过去台中联社雪如老人呐、啊，李老师啊，教家师敬老，教他呢以古人做老师了啊,啊。说现在你找不到了好老师了、啊。 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要学到正确的佛法，啊，你要找古人呢，啊，古古时候有啊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遇到净土法门，啊，发心来修学净土，那这个李老师介绍啊。 印光大师是好老师，他印光大师不在世了啊，他是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的人啊，在民国二十九年他就往生了啊，今年是民国一百一十二年了啊，那往生、啊、了，八十几年啊，当然我们见不到他了。 啊，但是呢，印光大师在世啊，他有留下著作啊，这些年柳啊，这居士大德啊，有问题向他请教啊，他用书信啊回答。那么后来呢，啊，他这个弟子啊，把他整理。 整理出啊文钞啊，现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全集啊，有七大册啊，精装本的七大册啊，所以李老师就介绍啊啊，我们师傅上人呐啊,啊，学净土跟印光大师学啊，印光大师不在了。 但是他的文钞在啊，常常读印光大师文钞，跟他学习，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啊，这是古人呐啊,啊，做个范例啊，给我们依循了啊,啊，像世间这个圣人呐啊,啊，孟子啊，私塾孔子。 啊，孟子要跟孔子学，孔子不在了，啊，那么跟孔子的学生写，读孔子的著作，啊，不懂的呢，去问孔子的学生，啊，他也写出来了，啊，孔子称为至圣，孟子啊称为雅圣，啊，他也成就了，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私塾弟子。 啊，那么后来呢？依照这个私塾弟子啊，学习成就的也不少。啊，那么李老师啊，介绍我们师父啊，啊，这个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啊，因为印祖啊，他讲的东西比较浅显，啊，比较我们现代人，啊，距离我们不是很远，啊，民国初年的人。 啊，所以讲的啊啊，跟我们现前生活呢很接近的，啊，我们比较容易看得懂。那么在印光大师在网上啊，这些祖师大德的语录法语呀，啊，是文言文啊，比较深。啊，那么印光祖师这个文言是很白话的文言。 啊，印祖之前的啊，那就比较深一点啊，像莲池大师的《弥陀经疏钞》，偶遇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啊，那么李老师啊啊，介绍啊啊啊，加、啊、持敬老啊，他要找这些祖师大德了。 啊，找他的著作，啊，根据他留下来的著作啊，认真跟他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佛啊，特别是初学，应当要学哪些经教？印光大师也给我们列个单子做参考，啊，列个清单了、啊。啊，他老人家偏重啊，修净土啊，修净土法门。 他所列举的是共同科目，这是基础啊。这个基础的学科啊，啊，就无论你是修哪一宗哪一派了啊，因为它是共同科目啊。除了我们修净土宗，那其他无论你修哪个宗哪个派，大圣小圣，这个基础科目。 共同科目是一样的，都必须学的啊。像这个观经讲的净业三福啊，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。那观经是净土的经典啊。但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呢、啊？那梅尊佛他成佛不一定修净土啊，修禅、修密、修教啊，他都能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啊。但是呢？ 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《静夜参鲁》是同样的，都必须有这个基础啊！这样啊，有这个基础啊，你修任何法门啊，才能成就。那么，特别是在戒律啊，那佛法呢，修学啊，这个总纲领就是戒定慧三学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了。 所以我们功夫不得力啊，那么在这个戒学的基础啊，要留意了啊，不能疏忽了啊，疏忽了，那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始终定不下来啊，心定不下来呢，就开不了智慧，那么。 印主的戒律啊，他讲的一个原则啊，就是贤学纯诚啊，敦伦进分。那么贤学纯诚就是贤呐、啊，啊，就是把我们内心呐、啊，啊，这个邪思邪念、啊、要放下，把、啊、这邪思邪念放下了。 那我们的诚心就显露了啊啊，时常保存呐啊,啊，啊、这个诚心正义啊啊，这个儒家呢啊，你看呐、啊，这个修学的功夫啊啊，在四书啊大学里面讲讲的格物、致知、成立正心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那么，修齐治平啊，它的根本就是从格物啊，从格物。格是格斗啊，物物欲啊，我们这个心啊，受物欲的迷惑啊，这些事欲、物欲来干扰。 啊，你要跟他格斗，啊，这个在佛法讲叫断烦恼啊，你要对治烦恼了，格物就断烦恼啊，把这个贪嗔痴啊，把它格除，啊，自知呢，就是我们内心呐、啊、本有的智慧，啊，物格而知至啊，这物欲啊，格除了，那我们。 自信的良知，它就显露了；自知意啊，就成了诚意一诚啊，心就正了。心正，生活跟跟着正。所以，在家呢，啊，敦伦尽奋，尽自己本分，推广到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、整个天下，啊，这个重要啊。所以他这个借力啊。 把这个借力的精神给我们举出来。那么，家师敬老和尚啊，他在世的时候啊，他把这两句话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这三个根啊，儒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的根啊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的根《十三夜道经》啊，这三个根啊，这我们家师敬老啊。 那生前呢、啊、提出来的啊，这个扎根教育的学习啊，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。那么另外呢，印光祖师他老人家呢一生特别提倡的有三本书啊，叫《了凡四训》《安世全书》。 啊，那加上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这个是印主一生这三本书印最多的。第一本就是《了凡四训》啊，那第二本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了、啊，第三本叫《安世全书》。那么这三本书啊，讲的就是因果教育。啊，印光祖师啊。 在世啊，特别提倡因果教育啊，以这个因果教育来补助伦理道德的教育。特别是《安世全书》啊，印主他认为啊，《安世全书》是近代这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传家之宝了啊，《安世全书》啊。 讲伦理，讲道德，啊，特别啊，着重在因果。我们修学净土的人，学了很多年，没有往生的信心，啊，念佛念了几十年了、啊，啊，也没消息，啊，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感应，啊，没有消息。 啊，就是缺乏这个基础啊，我们缺乏这个基础的修学了。这个就是印光祖师啊，以这个啊三本书来代替呀、啊、佛门的戒律了啊。因为现在谈到戒律啊，啊这个五戒十善啊八关斋戒、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啊，那现在人呢、啊、看不懂。 啊，没有真正律师来教导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学习啊，往往都学偏了，学错了，标榜的是借力啊，但是一天到晚啊，增长贪嗔痴啊，那个就学的不对了啊，没有掌握到啊借力的精神。 啊，就在形式上做。啊，精神是什么？就闲闲纯纯，顿轮见分。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个是借力的总纲领啦、啊，借力的精神啊,啊，违背这个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借力了。啊，就变成有名无实了。啊，所以。 这个英国啊，印主在文超讲啊，啊是借力的钢骨。那这句话很重要啊。我们盖房子，大家现现在这个盖房子都要钢筋水泥嘛，钢架啊，啊对钢骨就钢架骨架。那你建一个大楼啊，啊那这个现在这个钢筋水泥啊，你没有钢筋这个钢架呢？ 你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！啊，那么因果教育是借力的钢骨啊，如果不懂这个因果教育啊，那学那个借啊，啊，就好像你要盖房子啊，啊，有水泥啦、啊，有砖块啦、啊，但是没有钢骨啊，你你建起来没没多久又倒下去了，撑不住啊。 啊，就是缺乏这个技术啊。那么《安世全书》啊，就是讲这个因果啊，一共是四篇。第一篇呢、啊，《文昌帝君阴字文》啊，这个部分呢、啊，跟《太上感应篇》相同，专讲因果啊。第二篇呢，《万善先知》啊，专门讲这个戒杀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。 最容易犯的就是杀生了，啊，不学佛的人呢、啊，只有知道杀人有罪，啊，杀动物没有罪，啊，所以任意啊杀生吃肉，啊，那手段呢、啊、极其残忍了、啊，啊，不知道杀生啊，跟杀人啊，是一样都有罪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摆在这个第二部分，第三篇呢，遇海回狂啊，讲戒淫、淫杀这两条戒最容易犯啊，所以这个放在当中啊，啊，这个第二篇、第三篇呢、啊，特别挤出来。 第四篇是《西归子子》，建人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到最后啊，直接啊，子规啊，到净土啊，念佛发愿啊，求生西方。那么，如果有《安世全书》做基础，念佛功夫就得力。啊，因果透彻了，借力真正能落实。 啊，持戒念佛，决定得生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最稳当的。啊，一一个修学法门了、啊。啊，印光大师教我们念的这些书，就是老师。啊，好好去读，好好去思维，依教奉行。啊，那么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都能成就了。啊，都能往生净土。 依四魔攻将为正道，啊，这个四魔是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、天魔，啊，现在的社会啊，是以这个为正道，啊，这个以这个为为价值观呐、啊，啊，现在的话讲叫价值观呐、啊，那这个现在的社会啊。 把这个世魔认为啊啊人的人生的价值观啊，认为这是正道啊，哪里知道是不魔啊啊？把魔啊以这以、个、这个魔来作为正道啊，以邪为正啊,啊？现在你讲正话了，人家说你是魔。 啊，其是讲魔法，他说是这个是正确的啊，呃，颠倒了。魔呢，梵语叫魔罗啊，中文是能夺命啊，能够夺取你的生命的啊，这个意思。又云呢，杀子。啊，能夺智慧之命，而杀害初世善根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。 杀这个法身慧命了啊,啊！那这个比杀人的生命严重太多太多了啊！这无法相提并论了啊！这个人的生命被杀害，就一生一世就结束了啊！四十九天之后，他再去投胎了，又有一个新的生命了啊！但这个法身慧命麻烦了。 夺去你的智慧之命，而杀害出世善根，破坏你的智慧法身慧命，破坏你的善根啊！他引诱你走邪道，这叫魔啊！啊那这个这个入了这个邪道啊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就很难回头啊！那这个很麻烦了、啊。 啊，周边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啊，这些人事物啊，处处都是诱惑你生烦恼，啊，诱惑你啊，自私自利，诱惑你增长名闻利养，啊，诱惑你天天搞贪嗔痴慢。现在我们就是面对这些啊，啊，让你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。 啊，这个这个自私自利啊，损人利己，这是魔之能事啊！啊，魔它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、啊。中国传统文化，大圣佛法是正法，不是魔，能救世间。啊、那么这个是魔啊，一第一个五阴魔，色受响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。 积聚而成生死苦果，此生死法能夺智慧之命，故名五阴魔。啊，这是五样东西呀、啊。色受想行识啊，就五阴魔了。啊，这五样东西东西呀、啊，要是遇到正法，遇到善知识，啊，帮助你提升。 遇、啊、到邪法就变成魔，啊，遇到正法那就帮助你提升了，啊，那么遇到邪法就卷入在财色名食睡里面，就造恶业，啊，造了恶业肯定堕三途，啊，它害了你的化身毁灭，啊，那么这是五阴魔。第二呢，烦恼魔。 三界中一切烦恼妄惑也，修行之人呐、啊，为此妄惑恼乱心神，不能成就菩提，是名烦恼魔啊。那么这个烦恼啊，是魔啊。那凡夫啊，大家都有烦恼啊，烦恼啊，他来折磨我们啊。 啊，那么修行人呢、啊？啊，被这些妄惑啊，扰乱心神。那这些烦恼起来啊，我们的心神不安了、啊，那不能成就菩提啊，他来扰乱了。啊，这个是烦恼魔啊，我们常常受烦恼啊这个魔的干扰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些是烦恼魔。那烦恼啊。 太多了，说不尽啊！根本就是贪嗔痴了啊！那如果讲的多一点呢、啊？贪嗔痴慢疑呀、啊。啊，邪见啊，这些都是烦恼。那么《白法明文论》讲烦恼的心所二十六个啊，《白法明文论、啊》呢讲的比较详细啊，六个根本烦恼，二十个随烦恼。 那么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这、就是邪见了。这个是六个啊，根本烦恼啊。那么疑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啊，疑是对圣教的怀疑啊，圣人讲的啊，他不相信啊，那些邪思外道讲他就相信。 那那这个是疑的烦恼，那么二见呢，是他错误的见解啊，偏差错误的见解啊啊，一般呢也叫做邪见、邪知、邪见了、啊。他听信了邪知邪见，啊，把那个些恶见呢认为是对的，那这个也很麻烦。 这些东西是虚幻，不是真实的，叫幻惑啊。这烦恼也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叫幻惑。惑呢是迷惑，虽然不是真实的，你以为是真实的，那你就被他迷了啊。修行人没有把这些东西除掉，肯定啊，扰乱你的心神，障碍你的悟性。 不但修行不能正果，连开悟都不可能。啊，不但不能开悟，非常可能让你在佛法里面产生误解。你听讲经、读佛经，把佛的意思啊歪曲了、听错了，啊，那么这是烦恼魔造成的。 第三呢，死魔，死魔就寿命到了啊！我们这一生修学还没有成就，寿命到了啊，这个一死啊，啊，我们学习就要中断了。那么来生呢、啊，是不是能接着学呀、啊？也是大有问题啊！那么住世时间长一点，才有时间来学习啊，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佛法啊，所以这个。 注释时间长一点啊，不是为了啊这个这个人生的享受啊，是为了学佛了啊。那么这是讲死魔啊，也是我们修行人呐、啊、一个很大的障碍。第四呢，天魔啊，此魔即欲界他化自在天，若人勤修圣善。 欲超越三界生死，而使天魔未作障碍，发起种种扰乱之事，令修行人不得成就出世三根，是名天魔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天魔啊。日夜经久，邪见寄生啊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电视网络啊，他长大成人了、啊。 他学了二三十年，啊，把那个写法当作是正法，养成习惯，啊，那么要让他改过太难了，啊，今天我们学古圣先贤的东西，学一遍不够，不能改过自新，我们学知学见太深了，啊，那一遍呢、啊、不起效果，啊，要一门深入，常识心修。 色意良缘，忠诚难改。良缘是遇到善知识啊，善友啊，遇到正法。为什么这个习气很难改呢？变数不够啊，只是学一点佛学常识，对于改习气起不了作用，还是沉沦苦海，出离无有。真正要成就，要一门深入，常识心修啊。多久才算长呢？十年。 专门学一样东西，啊，比如学《无量寿经》十年专攻《无量寿经》成功了，啊，十年专学《阿弥陀经》，啊，他十年之后就是阿弥陀佛。十年专修普门品，专攻《观音三经》，十年之后他就是佛的观音菩萨。啊，有耐心闭关十年不出门，专攻一部，这个人决定成就。 生字察知，无令暂替啊！察是观察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替是替代，短暂的替代都不可以啊！堕三恶道，谁能替代你啊？我们要想拯救，拯救的方法就是交之以道，贵专啊！中国五千年来大圣大贤怎么学出来的？就这一句，有这种心念。 最重要的要求三宝加持，给你一个修学的环境，住得越久越有成就。为什么？你有定力，有定就有慧。啊，需不需要老师不一定。啊，可以依古人做老师。好，这一节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。啊，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我们还没有讲完啊，那么我们。 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